嘿，观众们好，这里是南艺，欢迎回到我频道。然后这个是老学生，白条门正好在三亚。今天呢是9月1号，学校开学的日子，对吧？今天我要拉老闪闪给我进行一个传统艺能，我们去小学门口玩具店捡垃圾，对，给他们一点高强度的杀伤力。但是我很担心，因为今天呢是9月1号，可能他们只是去领个课本呀。出门之前我挑选了一下目标，在那个百度地图的街景上面看了一个周围比较繁华的地方。您好，请问一下，这边小学没开学吗？您知道没有？可能他们只是去领课本呀。他，哎，算了。欢迎左。我觉得最惨的应该不是那个小学生他没有开学，最惨的是小学旁边的店也没有开门。好，请大家随身物品啊。好，挺多店面的样子。我看到了文具，玩具。哦，我看到了。他没有开业。最惨的是小学旁边的店也没有开门。果然被你说中，500米还有一个小学，镇政府旁边的小学，对，去看一下。哥，你知道这附近有什么地方有小学？然后门口你知道有那种玩小卖部的？这个我们对这个地方也不熟的。那你有没有不远的你熟的？我不懂。我在这儿转，稍微转一圈，找个当地居民来询问一下。哦，我们看到了小朋友，那个你好。打扰一下，我再找一个就是小学那边的玩具店，在这儿转了两圈，就实在是没找到，想请一请。对面。你过那个马路走斜对面就看到那个小学。一个小学。哎，那个小学旁边全部都。太棒了，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对对对，那个姐姐说对面就是，难道是这个？看这个很像教室，有没有？不太敢进，随便进小学，可怕人被当，怕被人当成变态。您好，您好，打扰一下，请问小学的门口的那种小卖部，看了好几个小学都没有发现类似的有卖的。行行，谢谢谢谢谢谢，直接就说出了真相。哎，帅哥帅哥，可以那个，请问个问题吗？我想买点玩具，就是您知道最近附近有什么地方可以买到的吗？就是那边那几个店是吧？对。那你们平常在哪儿买玩具呢？那边。就在那个店。好，谢谢，我这就去。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这都是魅力女装。我们刚好来到前面那一家了。啊。嗨，你这不还是魅力女装吗？哇，我觉得这个很适合你。你给我挑一个。那个汽车大楼，我想来一个。OK， 可以。你在开直播吗？拍抖音。拿着。拿车。车来了，上车，去去去。不，我要冲了。你什么？你要什么？快去啊！这工具人有用。对不起，给你跪下。没错，最后一堆东西行李箱根本放不下，花了70多块钱顺丰寄回来的。所以我们买到了玩具停车场、卡包、胸贴、穿搭学习资料、积木、遥控直升机，又是穿搭学习资料，会讲故事的声光电、警用大巴以及超人水枪套装。哎，说真的，所有这一堆里面，你们现在最感兴趣是哪个？弹幕里面分享一下吧。哎，不对，这个问题好像就没必要问。你们天天学穿搭，最感兴趣的当然是这个硅胶贴了。你看上面还细心的写了一个 C， 应该是均码。这说明看我视频的基佬基本上都是 C 杯。我说的没错吧？还是先来看这个标价188的汽车大楼吧。所以售价不到一半的这货，相比东北卡的原版的，不能说一毛一样，简直是完全一致。当然人家很聪明的节省了一些结构啊，比如一层的两个室内车位直接给改成了一张贴纸。哎，你倒是个小机灵鬼啊！虽然你不知道你停车场运营起来为什么要有内燃机启动的声音哦，难道说？
好了，我们可以看到无盏红灯已经熄灭，甘为出发的兰多路易斯驾驶黄色迈凯伦一马当先，与后车瞬间拉开了2秒的差距。换装了全新绿色涂装的赛点 UP 阿斯顿马丁车队的 M21 两厢版由周冠宇驾驶，在发车阶段依然出现了小小的意外，调整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周冠宇捏前刹，他进入了 T1， 天哪，果然入弯出现了失误，左前没错，左前定风翼我们看到与赛道发生了强烈的碰撞。最后不出所料是泽平驾驶排位赛垫底的白斯哈斯，他竟然成功的完成了一号弯，他通过了，他没有撞，哈斯是冠军，泽平是冠军。头车迈凯伦在进入第二圈时直接上墙，被卡在浪尾线与护栏的缝隙中，这太危险了。好的，赛车暂时还没有起火，格罗斯让直呼内行。OK， 从现场转播直升机的画面可以看到，赛道医疗官和组织人员已经迅速投入了救援。为了广大观众观赏比赛的流畅性，在此郑重的呼吁把这个赛场踢出赛事的承办方。说人话，淘宝上还有更好或者更便宜的选择哟。好，我们来看下一个，警察巴士标价58，它可以升光，可以念诗，勾全性命于乱世，它可以讲故事，我说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我一个，所以它既不是电驱也不是回力，而是结合了飞轮这样子大惯性设计。说人话就是飞轮起速会感觉比较重，但是一旦转起来就没有那么容易停了。再说人话就是大巴车刹车失灵。我就唯一的一个问题啊，您这车怎么是右舵的？下一个、那直升机的机械原理大家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应该都学过啊，共轴双旋翼直升机，你可以看到它两组桨叶的迎角方向是不一样的，然后它会有两组相反互相抵消的自旋力矩，所以也就不需要尾桨了。那这样子好处还是比较明显的，毕竟这种超小型玩具上面如果再给尾翼上一套电机或者传动系统就太复杂了。同时可以看到它遥控器最重要的摇杆并不是全向的，甚至就是单轴的，一个只能上下，一个只能左右。那话不多说，我们来实地的感受一下。看到没有，他们俩是朝反向转的。看到没有，待会儿就照那个水沟就去了。嗨，你是苍蝇吗？被毒药药到一半然后在地上疯狂翻滚的。好，我们再试一下，把它有一个助跑，给它扔出去看看啊！嘿，去吧，纸飞机！你说我的妈呀！奥特曼卡是经典包，所以建议零售价1块钱一袋，1块钱啊，亲！我真的蛮好奇的，1块钱的卡还有盗版吗？真的有必要做盗版吗？如果有懂行的，可以给我科普一下不？原来奥特曼的必杀名真的全是叫光线啊，只有赤焰宇宙超人是王者闪光，果然是特殊人才。但毕竟是1块钱的卡，里面最高的就是亮面 SSR， 总之好歹保证了每代都有，我已经十分满足了。至于第五人格呢，我就直说了吧，整整一年半之前，我在南京的一个奥飞经销商的库房里还见过库存的正版，那个时候经销商就亲口跟我说，第五人格秘境卡不许卖了，就是已经绝版了。然后过了大半年，我对它的真实性其实没有抱什么期待，但总体做工和体验还不错，非常接地气，它把普通罕见稀释全都用中文印在了上面，然后也没有遇到重复的卡，你就摒弃掉我一定要买到正版的绝版的卡那个想法，你就直接买了玩玩，好像也问题不大啊。然后还有15块钱的这盒启蒙，我个人觉得启蒙整体是国产积木的第一梯队了，包括我手上这只警用救援车，未来还能作为麦克佐德的一部分，让人更有收集的动力。但是依然存在我非常讨厌的点，比如说这个前唇啊，又来，又是这个纯粹的单层单颗粒拼接，没有其他位置的复合加强，它手一碰就下来了啊。还有啊，你这么大的轮没配个同车轮子啊，是不是有点不太厚道？所以启蒙的这个疾风战将系列我推荐了，但是没有完全推荐啊。对了，想必在座各位的号都已经养好了吧，你们的号肯定打开首页之后全是这条浪莎的穿搭素材，对不对啊？被我说中了吧，这个灰色的8D厚度看起来确实挺适合拿来练习穿搭的。什么？他竟然加了裆，脚尖还不是透明的，差评。这套套装啊，我这个一搜，哎，淘宝上面一套卖80，店主含泪多赚我1倍。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应该不是软蛋或者水蛋。那么问题来了，超人什么时候有配枪了呢？这种类似毛毡材质，但是估计是化纤毛制成的护腕、腰封，还有这个，与其说是披风，倒不如说是海底捞服务员给你发的围裙。最后当然不能忘记我们这对穿搭小配件，安稳的装在吸塑模具里，我们撕开包装慢慢揭开，上面覆盖着塑料膜，它整体半透的肉色可以说是晶莹剔透，特别是在奔驰车内饰氛围灯的映衬下，只要穿上它，叔叔一边加速一边都得对你竖一个大拇指，小伙子呀，你这个 cos 太专业了。我们今天玩点刺激的。什么？我在海南买的那些超人的那个 cos 套装，还有8D 的丝袜什么的。可以啊，我们投10个、啊啊啊、输了的明天穿着那一整套套装下来
反正我不会输，你完了。来，我不要热身，不许热身，直接开始，好吧 ？Really nigga， 快投啊，人家等着你呢。喂，哎，好，看看人家，啊，一个，哎呀。喂，哎，七中五，喂，哎，八中五，喂，哎，九中五，哎，还凑一个球，这不是随随便便都赢你吗？这不是赢定了吗？喂，哎，十中五，你完了。后面三个球都不进，进不进？哎！哎，过分了。Tomorrow。你这个不行，你这个胸，你的 G 呢？必杯少女。那也不是我能决定的。笑什么嘛？你这块布也太小了。别逼我有枪，我告诉你，你这破枪，本来以为它是水枪，结果它真的是个声光，你知道吗？而且关键它是坏的，垃圾，便宜。你今天下雨，你的妆呢？妆也没化，你就是故意选今天。今天下雨，球场上没有人。我好吧，我们赌过来投十个，没说投进十个，投十个拉倒了，走吧，走吧。I love you more。哎，你别说，这个腰封就是真的蛮适合遮小肚子的。那不是胃吗？无情的嘲笑你，今天状态不好，是丝袜限制你的行动吗？对，哎，无论如何，这一套超人装备，我认为还是非常适合我们篮球训练的，整个下半身透气性能可以说非常的无与伦比，特别建议你尝试。Anyway， 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吧，下一期视频再见，拜拜。幸亏有这个兜住，他才没有掉下来。太尴尬了，你这个。